台铁出口，马威姐失控怒喷服务台人员，跳针狂呛对方：“我东西在哪？”确定了吗？你确定了吗？那你事情确定了吗？我确定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？我才能被你放垃圾啊！置物柜前两女互杠，原来是马威姐忘记置物柜密码，但又说不出自己行李箱是什么时候放的，又放在几号柜子里，拿服务台人员出气。妻女服务台人员回嘴，马尾女又欢又炉，终于找到置物柜内的灰色行李箱，但没想到她不止狠踹柜泄愤，付钱超不情愿，胡塞猛塞一张百元钞丢服务人员胸前，任由红色钞票掉地上也不管。维护机台期间，民众要求拿取寄放物品，服务人员向该民众确认物品过程中，该民众情绪激动，实际操作置物柜，只要寄放物品成功，就会得到密码，要开箱输入密码就行。而不同置物柜大小也有不同收费，但都是以3小时为单位。会跟你问你们几点的时候寄物的内容，有时候柜子里面会放你箱，我都会问得比较详细。疑似外国人不熟悉台铁置物柜操作大暴走，坏了旅游心情，也让服务台人员好无奈。接着要用台山场报道。我是王一中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